长眼睛闭上，马上到手机上。走，晚辈就是想让心爱之人不能分，日后我也不许争气了。他们娘子家不都喜欢什么白首不相离吗？若这谢氏能够答应，媳妇儿孩子热炕头，晚辈便什么都有了。以后这种事儿不要一个人去做，你是有男人的。